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克听的鱼儿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自然地图依旧是正常一个亿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推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经过咱们上期，我成功的付了100万，然后。这些小伙伴，你们是人吗？求你们当个人好吗？把我的2家店铺都收购了，不得不逼我开启超能力了。你们这些人好可恨呐、啊！过分，我也把你们店铺全部买下，气死我了！哥哥，嗯，你买回去了。来啊，比谁有钱啊，来继续买。唉，漂亮。有钱人的细节我也不懂，我就跟你薅上了。哼，你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存钱去，气死我了。我就算倾家荡产，我都要跟你比下去。来啊，来啊，继续啊。哥，你看你看，怎么啦？别人给了我一套漂亮的公主裙，两套。给我一套好吗？他给的，阴阴的鱼给的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继续啊！笑哭了，笑哭了，气死我了！真的是，我这暴脾气。还有一家店我的，你也给他收购了吧，哥？哎，我中奖了，获得公主裙大礼包，什么鬼？来赏你们一件，好看没？哦，好看，好看。等一下，把我的皮肤换掉。我也要穿上，哼，老夫也有少女心的好吗？超可爱的。我这个裙子为什么是这样穿的呢？神经病啊！为什么我都正常的，就你一个？这怎么感觉显得我是个变态啊？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……笑死了！你这是我的。气死我了，看好不好一点。我去、我不穿了，哼，存存1300万，来啊，再给我炒店铺啊。你还你还谁在给我炒店铺啊？嗯，我买的那个东西呢？什么？
是不是这个？哎，完蛋了！嗯，我买的店铺收益呢？哎，又多了300万。哼，那个国强饭店还是他的，你快给他买回来，哥哥。好，买。奶昔。缴纳了90万的店铺为负，我9家店，我有9家店吗？应该有吧，这街上基本上就全都你的店了，只有2家，一家是我的，还有一家是那个硬硬的鱼的。还有他的店吗？没有了。哼，我这暴脾气，暴脾气真的是，买一个那个，这个东西，增加我的收益。哼，有1亿吗？他买回去了，他把冰雪冰车买回去了。来，来，继续来 ，Come on baby。我看你多有钱，我就站在这里跟你耗。来呀！他好坏哟，你跟他偷笑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有奖励可以领了，1500万了，走开。我已经没有电了。你的道歉我不接受。妹妹，你喜欢什么店？我帮你买回来。我什么店都喜欢，但是我什么店都没有了。等一下，我要买栋住宅。购买。哼。最后一家店了，哥哥，硬硬的鱼的店，把它也买回来，哥哥。无价，等一下。房地产商贩，哦，他是买那个，买这些家具的。这你，好坏啊！我不能这样。哎，污染金梅的学具店买下。我的这个城市谁都容得下，就是这个污染金缕梅容不下，哼。小要跟我斗干什么？你是我的跟屁虫吗？对啊，我跟你啊，你有钱我肯定要跟着你啊。好家伙，他又去取钱了。我不跟你玩了。好了，大家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